Let's get it started. Ha!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Ha!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Let's get it started. 请你给我你的最好的菜。这是你的菜。这是芒果，啊，是芥蓝鸡肉，太好了，大家最喜欢。 Benny, do it in the half. Okay, I'll go and eat it. It's so far away. Not in space.很好吃，还有很长的饭。你错了，你的饭难吃。可是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想看你去饭。哎，很不干净，很不新鲜。要是你想看很好的饭馆，一定做很大便，你可不可以？ 好，今天我会走。我走以后，你应该记得。大菜单不如简单再来。你好，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做饭以前，我们。 打扫你的厨房，我可以看你的冰箱很久。冰箱里的饭不新鲜和不香。我没有钱，所以我不可以买新冰箱。我买很难的鸡和很新鲜的芥蓝，可是因为。 钱上不好，我也很好看，就不好。你错了，我有你的刷卡单。看看，上个月你买了30件衬衫、19条裤子和15双鞋。你不应该买很多的衣服，你应该买。 很新的冰箱，你有钱。好，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你可以教我，新芥蓝鸡肉的食谱吗？虽然我觉得我的芥蓝鸡肉做法很好，我要新的。我觉得你的口味很不好，我会教你。 很好的芥蓝鸡肉食谱，你只有芥蓝鸡肉和姜油，这个姜油不太咸。多少姜油？一点儿。多少芥蓝和鸡肉？很多的芥蓝和鸡肉，你的芥蓝鸡肉应该。 不很鲜，或者有。好，现在我们做很多的新芥蓝和鸡肉。我的服务员打扫我的餐馆。看看，外餐馆有很多的人。他们应该信，因为他是。That's like Gambino is a mastermind。谢谢你，现在外餐馆太。Cook.
cook.